机了呢。哎呀，急死我了！你怎么知道是建文余党啊？这是狐仙所为，也未尝不可。那也是啊，你说这神仙什么事儿办不到，什么事想不到啊？哎呀，两位大哥，你们俩不逗逼能死吗？要真是神仙所为的话，还要求这要求那干嘛？直接做法不就完了吗？说这也对呀，那依你之见呢？依我之见。把我关进大牢，严加保护，尤其是不能让我老婆接近。哎哎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！大人呐，云儿小姐的性命要紧呐！啊，对呀，那我女儿怎么办？到底是朝廷安危重要，还是你女儿比较重要啊？那当然是朝廷重要了。不过你没有我女儿重要，你今天是回家也得回家，不回家也得回。他们是明摆着要朝我下手啊！这么简单正确的答案你们都接受不了，你们的智商真是够了。杨秀生，你赶紧走，你要晚了呀，这个菊儿小姐就有危险了。对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再拖延时间，小心本县大刑伺候。哎哎哎，老爷，是否应该让他把密信留在衙门里啊？对呀，知也提醒的好啊，杨秀池，你们的逻辑思维能力真是烂到让人无法复制。哎，我要是把密信这会儿交出来，那我不是必死无疑了吗？你们单位有内鬼呀，老同志！你说的有点道理啊！啊啊！对，让他带着密信回去。啊，你带着捕快衙役们在杨家四周埋伏。哎，这还差不多。不过说好了，这埋伏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保护好我的人身财产安全，那是第一位的。保护好我家安宁。哎，我的小包包呢？哎，哎，走走走走，快快快快走！哎，走啊你！相公，你总算是出来了！哎，相公，回家！你走！又怎么了？药都要过期了。哎，你背的是什么呀？啊，这个是小包包。哎，知县大人。刚才说好的衙役、捕快、联防队员、警察叔叔一块来保护我的，他们人呢？举我的精神头跑哪儿去了？做人要有契约精神。要是被你看出来，那还如何叫做埋伏啊？埋伏！张龙、赵虎已经带着人马在你家设伏完毕了，就等着逮人入瓮了。这么快？哎，他的功夫可信度高吗？能打得过坏人吗？放心吧，张龙赵虎的武功在衙门里头仅次于雷捕头。雷捕头，居然有这个人，休得啰嗦。知县大人，我还有个事情，如果发生家暴的话，他们保护我吗？你啰不啰嗦？跟老爷回家，快走，快走！家暴，那鬼云儿。要本县如何是好？老爷，老爷，现在将杨秋池作为诱饵，就等着贼人们上钩了，您就放宽心吧。啊。